试吃。最低伴手礼送到你心里，永和区公所特别结合20家特色店家，超过70种人气伴手礼盒，提供民众新春送礼选择。各种包装精美，美味可口的佳肴，让人一口接一口试吃，停不下来。活动跟开放当日预购限定优惠，来吸引买气。玩这个活动不错啊，多多出来外面见识见识啊！我今天来想要买一些伴手礼给我女儿吃。看得好丰富啊、哦！买了300菜回去是要煮火锅，哎啊，然后弄3层肉煮一煮，就放300菜就很好吃了。我们会诊了，我们永和呢有20家的商家，70种的伴手礼啊，那要介绍给大家。那不但是呢，我们在地的民众呢，选购伴手礼，也要推广到新北市，推广到台湾的各地。用厨房餐具和枯枝落叶玩起文字造型创意，永和正丰市推出正丰文字反弹宣导，将文字和连阵巧妙结合，赋予新意，搭配套圈圈游戏和民众。同乐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行销相关议题，可说是正丰单位的一大创举。那我们想就是说，利用这个机会，我们拿着身边随手可得的一些材料，那这方面我们也结合了廉政的题材，以这个自得其乐来讲啊，那我们是把它的文字转化成那个不同的字，利用谐音。那但是它的材料的话，其实就是我们一些厨房随手可得的东西，然后去做组合。其实只要运用一点巧思啊，它就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。活力十足的舞蹈表演超级吸睛，融合视觉、听觉、味觉的飨宴，陪伴民众迎接新的一年。永和区公所推销在地伴手礼已经5年，把好的商品推荐给更多人知道。错过这次的朋友不用担心，公所贴心提供各种 DM 优惠，想要选购者欢迎上永和区公所网站查询。永和伴手礼在。中央新闻陈佳云永和报道。